我是北分署的分署长谢怡蓉，今天要为了北分署亲生同仁以及社会瞩目的案件跟社会大众致上12万分的抱歉，非常对不起大家。这几天为什么没有出现，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悲痛，也非常的自责，也深切的检讨，因为个人的言行、领导方式、管理方式、沟通方式及跟别人互动的模式所造成这样悲痛的事情，即让同仁在工作上有心理的负担、不安、恐惧跟担心。我非常非常的自责，我必须要跟大家郑重的道歉。首先，我必须向亲生离开的同仁表达对不起，我没有及时发现及给予协助，我非常对不起，我的亲身离开的同仁。第二个，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在北分署工作，最后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遗体。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第三个，我要郑重的跟北分署曾经因为我的沟通模式、互动的模式、情绪的管理所造成的不安、担心、害怕，我要郑重的道歉。另外，我也要跟北分署还在工作的同仁表达对不起，让你们必须因我的事件要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执行这么重的工作，我非常非常的抱歉。最后，我要跟社会大众郑重的道歉，造成大家的困扰
跟影响。我非常非常的对不起。最后，我恳请大家给予现在还继续坚守在北分署工作的同仁给予最大的支持跟空间。请大家一起帮助北分署的同仁，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去平复这个悲痛。最后，我不会再担任北分署分署长的职务，我会深切的检讨，配合调查，承担责任。我再一次的跟所有的人致歉，对不起大家。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